龙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安哥拉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的一个西濒大西洋、北极东北邻刚果民主共和国，南邻纳米比亚，东南邻赞比亚，另有一块外飞地卡宾达省与刚果共和国、刚果民主共和国相邻，首都为罗安达。安哥拉经济以农业与矿产为主，也有炼油工业，主要分布于卡宾达的滨海地带，食品加工、造纸、水泥及纺织等工业也比较成熟。安哥拉国力因石油生产而快速成长，该国地大物博，国土富饶，未开发的资源十分丰富，沿岸共蕴藏了超过131亿桶的石油，内陆也有出产钻石。安哥拉的经济潜力非常高，它很有潜力成为将来非洲最富裕的一个国家。作为葡萄牙曾经的属地，其有非洲的巴西之称。